这首歌或许大家没有那么的熟悉，它的拍子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这首歌 musicians 如果照字面翻的话是音乐人或音乐家的意思，但是我想要把它拓展成缪斯曲，就是一个寻找缪斯的旅程。如果在座有也是喜欢创作的朋友，一起加入这个寻找缪斯的旅程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，山不转路转。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，然后我有机会在幕后工作的机缘里头，知道有人喜欢我的声音，所以同学如果会唱的话，等一下欢迎一起唱。然后中间我们。